妈祖是许多台湾人的信仰，今日也是妈祖诞辰日，位于基隆市仁寿里仁寿宫也一同欢庆妈祖的特别日子，有许多信众以及当地居民都虔诚地参拜妈祖以及祝贺诞辰。仁寿里里长张富凯也协助仁寿宫举办这次的诞辰活动，与里民一起共襄盛举。我真欢喜今年回家妈祖，已经过前几落年拢无赢。啊，阮今年有办妈祖的活动吼，真欢喜，大家拢来参加。其实很高兴呢，能够来参加仁寿宫的妈祖诞辰。那因为仁寿宫的妈祖，在五楼，那其实对民众来讲比较不方便一点，尤其是老人家。借由这次妈祖诞辰的生日，仁寿宫，把我们的妈祖请到一楼哦，方便大家参拜，我觉得这个很棒。公民记者蔡念成，基隆采访报道。